大家好，我是泡周到周英文一起读百字故事，是大家喜欢的单元。那所幸的是这个网站上还是有更新，所以我们还是有东西可以做。要是没有的话，还有一个折中的方法，就是也不是方法，折中的选项，有一个网站叫做两百字故事。所以要是百字没有了，我们还可以找两百字，有没有三百字说不定，我不晓得，没去看过。那两百字故事目前还没有做过了，我们先看百字的，因为讲起来比较快。那我们今天讲的重点大概是由就是 gaslighting 这个概念，煤气灯操作 gaslight 是什么？以前做过，那但是无所谓，我们可以再复习一下。我记得那个理工太太好像也曾经做过一集，在探讨这个什么是 gaslighting， 这是一种心理学用操纵人的方式。那反正我们等一下就知道了。我们先把故事看完。故事的标题叫做 jigsaw puzzle。jigsaw 是什么？saw 这个字 ，saw 就是锯子。如果你记得很久以前有个系列电影叫《夺魂锯》的话，那它的英文片名就是这个一个字而已。我知道很多英文的这个电影名字哈，用很简单的一个字把它处理掉。像如果你记得有个片叫《大白鲨》，它就叫做下颚 jaw， 大白鲨 jaw。OK， 所以那个大白鲨齿力哈，牙齿咬的齿力很够啊，一下就把你的船咬坏掉，把人拖下水去吃掉。所以他最令人害怕就是这个下颚的咬力，所以他干脆就把这个片名叫做 Jaw， 我觉得蛮酷的。那夺魂锯叫做 Saw， 那你可能想说是不是 C 的过去式嘛？没有错，但它也可以当成名词来使用，名词使用就是那个刚讲的锯子这样子。那回来这边 ，Jigsaw 是什么？那个锯齿状的模型哈，不是模型，那个拼图啊，你想象一下那个一千片、两千片之类的那一种，那它的边边是不是锯齿状？哎，锯齿状不就有锯子这个字吗？所以 jigsaw puzzle 就是我们讲的那种千片的、几片的拼图，不一定千片了，500片、200片也都有，但你懂我意思 ，jigsaw puzzle。所以这个标题是这样，我们来读下去。这边其实非常的简单，所以我们等一下读完之后来讲一下煤油灯效应哦，煤气灯操作。When someone said, I saw your husband eating out with another woman, he said, she's a colleague, and I believe him. Believed him, 过去式。When someone said, I saw your husband holding hands, he said it wasn't him, and I believed him. When someone said, I saw your husband in a baby store, he said, now you're just being irrational, talking like a crazy woman, and I believed him. When my husband said, we're in love and she's pregnant,I didn't believe him until they said, I told you so. And my fingers fit the last two pieces of the jigsaw into place. 结束，就这样子了。如果听懂的话，你大概懂；如果没听懂的话，讲解一下下。所以当有人说，这个有人叫 someone， 我们大概理解 someone 跟 somebody 是同一个字，我们一般没有把它分错，就是说他们可以 interchangeable，就可以互相换。可是我记得我也讲过，这边也是小复习。如果你觉得某个人是个大人物，或者你觉得你自己是个大人物，你就会说：“哦、oh, ，you think you're someone， 哈、huh? ，you think you're somebody， 哈、huh?。”那这个可以 interchangeably 这样使用吗？不太行。OK， 大概只能用 somebody。OK， 不能用 someone。哈，你真的觉得你是 somebody 哦？这样子，像我记得我叫一个记者，他就说过 Michael Jordan， 他这样子描述他，他 Michael Jordan 就是一个。今天不管他是不是个篮球员，但他就是一种气场，所以即便他从一个门走进来，然后你不认识他，可是你也知道，哦，这一定是某个大人物。所以他的说法就是 When Michael Jordan walks into a room, you immediately know that that's somebody. That's gotta be somebody. 所以他不是 that's someone， 但这个句子听起来很奇怪，什么叫 that's someone？ 可是你如果说 that's somebody， 那 就有他特殊的意思，大人物这样子。OK， 所以 somebody 才可以是大人物。So everybody wants to be somebody， 不是 everybody wants to be someone。可是 someone 当然还是可以加个形容词词句丢在后面 ，someone special， someone important to the world。那这样倒是可以。可是你说后面什么都不加，两个字哪一个可以当大人物 ？Somebody， everybody wants to be somebody。好 ，OK， 这样听懂了。所以这里的只是 someone， 当某个人说什么呢？我看了你老公，过去式 eating out with another woman。我看了老公跟一个女人在外面吃饭。然后这里有 he said she's a colleague， 这是 he 是谁啊？哦，你大概猜得到。所以老公的回应是，老公说 he said， 好，他说他只是个同事啦 ，she is a colleague，
啊，没问题。而我就相信他了 ，and I believed him， 都用过去式，没问题。所以老公呢，就是用这个方式来处理掉这一个，就是可能报的一件事情这样子。然后分号后，又说了 ，when someone said， 又是某个人说什么呢 ？I saw your husband holding hands， 我看到你老公啊跟人家牵着手。然后这时候又来了 ，he said， 老公的说法 ，it wasn't him， and I believed him。所以老公说不是我啦，拜托，而我相信他。下句又同样一个 pattern， when someone said， I saw your husband in a baby store， 我看你老公在一个这个卖小 baby 的这种的地方这样子，不是，对不起，卖小 baby 的地方，卖小 baby 东西的地方 ，OK， 所以说婴儿车啦或什么那些的，小床啦这些的 ，so that's a baby store。He said, "Now you're just being irrational." 所以他就说啊，你现在根本就不理性啊，怎么讲这些屁话 ？Now you're just being irrational, talking like a crazy woman. 那讲一些像说一些像这个疯女人讲的话 ，talking like a crazy woman. And I believed him. 而我还是又相信他了。然后分号后，最后终于这个爆点来了。When my husband said, 所以本来都是 he， 现在不是 he 了，变成是当我老公说，哎，说不是 someone 说了，而是老公说了，说什么呢 ？We're in love.And she's pregnant. 所以我们爱着彼此，而她怀孕了。所以她老公爱上别人，然后把人家肚子搞大了。她一开始还不相信她呢，所以她前面都是相信老公，相信老公，相信老公。可是现在是 I didn't believe him until 哎 ，until 又出现了。我们常常讲 until， 所以直到他们说我这个，我才相信他，我才相信他真的爱他这样子。OK， 所以当他们说什么，他才相信他。真的爱上别人，然后搞大肚子呢？所以当别人说 "I told you so"， 这 "I told you" 就是哈，跟你说过了，告诉你了，对不对？哈，我早就讲了 "I told you"， 所以别人说 "I told you"， 然后他说 "Oh shit， 对哈 ，OK"， 所以这个时候才理解到，的确老公已经要离开他了。So I didn't believe him until they said "I told you so"， 跟你说了这样子 ，OK， 早就告诉你了。然后他这个时候就把他的手指头啊。把最后两片拼图拼上去，然后终于把这个东西拼完整了。好，所以他就接受了事实了。And my fingers fit the last two pieces of the jigsaw puzzle. 所以最后两片 the last two pieces of the jigsaw into place， 放进他该放的地方，拼好了这样子。OK， 所以而且这个我们讲说有时候那个 the last piece of the puzzle， 这算是一个现在社会上一些运动领域里面也常讲到这个东西，像 LeBron James 喜欢把很强的球员拉到身边，当成好，我们这个团队，然后我们来夺得 NBA 总冠军。那有时候他都会说啊，不行，我们现在缺一个小前锋啊、对不起，是他自己，我们现在缺一个运球后卫、控球后卫这些的。然后 Kyrie Irving 来了，所以他说哦，这个家伙是 the last piece of the puzzle， 这是我们的最后一块拼图啊，有了他就完整，我们就是一个强力的团队，可以去打，可以去在 NBA 里面去争夺总冠军的。所以我们会常讲是 the last piece of the puzzle。OK， 这时候会把 jigsaw 丢掉，好，我们说这拼图的最后一块 the last piece of the puzzle， jigsaw 不要了这样。好，那这个故事刚说完了，所以你已经听懂了。总之她老公就是 downplay 就是把一件事情就是从大化小，他就 downplay 一个这个好像就社会上对他的一些他的朋友们啊这些的，就是说就其实我觉得 这男的要不就是这女的社交上可能有点问题，一大堆人跟他聊杯啊，有没有哦，我看到你老公怎样，所以表示一大堆人都看到了，然后一大堆人都没有站在他这一边，都不会替他为这件事情，但总之他就一直 downplay 这一些对他的批评，所以一直 downplay。 那对着他的老婆，他则是一直说没有啦，那不是我啦，你想太多啦这些的。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就叫他煤气灯操作。我先读一下这个英文给你听，毕竟我们是教英文的。 So gaslighting is a form of psychological manipulation，所以它是一种心理上的这种操纵 manipulate。 我再强调一次， manipulate 跟 control 不一样， control 是你控制一个东西去哪就去哪， manipulate 则是你去操作它的想法，让它去跟你的想法一样，所以这个跟控制是不同的。所以遥控车是 control， 那电视的遥控是 control 没有错，可是今天你如果想要你妈妈帮你买最新的 iPhone， 她不买你就在地上打滚，滚到她愿意买为止，你没有 control 你妈，你在 manipulate 她。OK， 所以像情绪勒索或这些的都算是一种 manipulation。 好，所以这个叫做操弄而不是操控，不太一样，所以它是一种 psychological manipulation， 一种操控。
操弄、哦、自己都讲反了、哦、一种操弄。那在这个当中 in which the abuser 就是个去弄人的那个人 the abuser 是滥用者这样子操作者 attempts to sow self-doubt and confusion in their victim's mind 所以他尝试去 SOW 这次在干什么就是播种的那个播 OK 那我们好像有时候要怎么收获就怎么、要怎么收获就怎么种不对要怎么收割就怎么播种就怎么种、哦、我好像我是在 quote 胡适讲的那句话现在 quote 很差这样子要什么收获先怎么摘吗好但总之那个收获叫 reap 因为 reap 这个字就是那把镰刀的意思 reap 所以你想要怎么 reap 你就要怎么去 sow 所以 sow 就这个字后来就是去播种去耕种这样子所以他想要去 sow 这一个 sow 这个 self doubt 所以自我怀疑以及困惑 confusion 在他们的那个受害者的那个脑袋里面所以你就在脑袋中播下这一个自我怀疑的种子啊没有啦都是你想太多啦这些人哇这样就是奎爷说、哦、好像真的是我想太多我老公其实很爱我、哦、其实这就是 manipulation OK 再读一次 So it's a form of psychological manipulation in which the abuser attempts to sow self-doubt and confusion in their victim's mind典型来说 typically gaslighters are seeking to gain power and control over the other person 所以 gaslighter 通常是寻求来 去得到力量 gain power 以及 gain control 控制就来控制另外这个家伙这个人 over the other person by distorting reality 借由就是扭曲现实所以你看人家都看到你跟老公就你老公跟人家牵手了你还要说不是那不是我 right 你在 distort realityso distort 就扭曲掉 and forcing them to question themselves question their own judgment and intuition 所以逼着他们去质疑自己的判断力以及自己的直觉所以 forcing them to question their own judgment and intuition intuition 就直觉的意思这样子好所以这叫做 gaslighting 好我们一般很多时候都是啊，不要讲说男生对女生做我相信两性都有啦好所以情绪勒索啊或这些的刚刚讲过是吧 ,emotional blackmailing, 好像我们是这样子翻译它那都是不好的东西。OK, 好讲到这里大差不多了、哦、希望你喜欢今天这个比较短短的这个简单的白字故事。我们再把它念一次好了、哦、因为有点短那没关系我们再念一次。Jigsaw puzzle. When someone said, I saw your husband eating out with another woman, he said, she's a colleague, and I believed him. When someone said, I saw your husband holding hands, he said, it wasn't him, and I believed him.When someone said, I saw your husband in a baby store, he said, now you're just being irrational, talking like a crazy woman, and I believed him. When my husband said, we're in love, and she's pregnant, I didn't believe him until they said, I told you so, and my fingers fit the last two pieces of the jigsaw into place. 结束。好，我是 Paul, 我们下次见。